站，然后那边有欧萨卡到 Kyoto 的列车，是 Hello Kitty 的。我们到了宇治，魂牵梦绕的地方。这有宇治 AK 的 stamp， 但是我没有带本子，好像感觉是个全自动的装置哦。这样一按就可以把本子加到这。走吧。